请容许我带小刀。那个各位长官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参加台湾灯会在台南的视觉参展会，我是王队颖，大家好。那我是在台南念书，在台南成长。那这个城市的人文艺术与生活方式呢，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所有的想法。台南呢有很多圆形的形状事物存在，比如台南的圆环，然后台南很知名的板德，那还有比如很多的美食小吃都是用蛙公来招待所有的客人们。所以呢，我想要用圆形来呈现这个城市的完美、包容跟和谐。这个圆形呢，对我来说也像是一个齿轮一般的转动。那这个齿轮呢，肩负着不同的力量，肩负着不同的期望。那在这个圆之中呢，有着阿贵老师精雕细琢的荣耀台南加持，所以呢，会一直的转动、前进，一起圆满团圆。我希望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，能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团圆在这个迷人的城市。这会来到也老老美，感谢大家。